讲啊，你再拿不出钱来，我把你妹妹卖掉啊！你看我妹妹这个样，卖不了多少钱。哥，救我！这个 bank 你给我带过关，完成这个任务之后，你妹妹的账一笔勾销。黑哥，是人。我的他就是被枪毙的哦。天涯海角我都做你做的，没注意嘞。为什么不可以报警？是我的妹妹在坏人的手上嘞，不可以冒这个险。你觉得行李箱里面装的会是什么 ？Follow me。艾莎，前面上车快！艾莎是我的偶像，一定要帮的嘛。走的啊！很熟，一揽一揽呀，涨停，跳就跳啊！你要我怎么跟我的客户解释啊？不这样了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还不去找，再去！到底箱子里面藏着什么？为什么一直要追我们？这次真的来了。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打开了。所以现在 luggage 在哪里？现在在我手里，我的 luggage。最重要要抓拉掉去。这里几十轮在里面讲话啊！没错，就是沙发。小伙，坐。